切已经不遗余力，然后你要请工人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两夫妻一起去在我这个菜场上面订菜上面帮忙做一些程序的减轻他的负担压力，让他轻松，要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两夫妻就这样子。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是属于植物的这种现象，我们就尝试把我们的菜园供他。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农场是开放的，就给我们这个单位里面的人去让他们自己来采采，他们就会带着小孩子啊，带着家人去到里面去，然后我们又通过这样子的电子方式，他们就会然后小孩子来采菜的那个。也是很兴奋，因为他们小孩子不吃菜，他们来采菜，采了之后他们就很开心，回家就炒的慢慢好吃，又一道菜给他吃，然后吃了又特别的喜欢，就用这个食材来采菜了。我们有这个八台房车的地方，就可以种植植物，种植了四十多亩，如此满足大概50多但是六十的种植，我们就看到了一点希望。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很没有心的，就放在一个面子上，很多人就开始有兴趣。在那一段时间，一年吧，我们就已经有大概卖了3000多。去接受这个挑战，去离开，不要等到被迫。